根本知识嘛，是定，就是我们经题上的后半部，清净平等是根本知。那个觉，觉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这根本知现前。根本知是从定中来。根本知其作用叫后得知，就是无所不知一定是先有根本知，后有后得知，就无所不知。那么现在人学求学跟佛法是颠倒的，他求什么呢？广学多闻，我什么都要知道，最后结果是什么？什么都不知道没有办法学究竟，学彻底这就是有知，后头是有所不知，无知后面是无所不知。佛法求的真实智慧，我们现在观察这个世界，我看过很多大学，学生求的是什么？老师教的是什么？知识。现在这种教学方法，求知识可以，没问题，求不到智慧。智慧一定要从戒定才开会，没有第二条路。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，他们的成就统统走这条路。那么还有求学的态度。求智慧，智慧是从真心里头流露出来的。那换一句话是，你要用真心去求，它才感应。你用妄心去求啊，求一辈子，求不到。求的是知识。那我们用心是用妄心还是用真心？中国人的教育。外国人佩服啊。哪些外国人真正认识中国的，他们佩服。早期的英国的罗素。后来的汤恩比。欧洲还有一些汉学家我不认识。我跟他们接触的。剑桥大学的麦达维教授，这是现代欧洲的汉学家，我跟他很熟，他到香港来访问过我。法国的汉学家，在欧洲很著名的，罗密尔。我们去年五月去访问的时候，我们在一起举行一个座谈会，差不多要谈了3个小时。从他那个地方，我才真正明白了，他们把中国汉学看作是中国古代的文化，用这个理念去学习、研究中国古代文化，与现在不起作用。古代的不是现代的。那么他知道我们要在马来西亚建汉学院，他问我怎么教法，
啊，我说我因为现在找不到汉学的老师，我们只有从老祖宗教我们这条道路去试试看看，我们来做实验啊，老祖宗的智慧，老祖宗教学的理念跟方法啊，这就是持戒啊。老祖宗的理念是什么？是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。方法是什么？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啊，自见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开悟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我们走这个路子。啊，这个路子西方人没走过，不知道。他问我用什么教材，我说我们圣年的，因为希望给世界社会能得到具体的利益，找到寻求啊化解的冲突的方法啊，促进社会安定和平，我们选群书之要啊，这是唐太宗过去精选的，在经史子三集里头选出的精华啊，一万几千种典籍里头挑出来的，挑了66部，我们就用这66种来开课啊。方法呢，我们找研究员，这里头没有了，没有教授，也没有学生，研究员，每一个研究员专攻一门，那不是学易经的，专攻易经，专这一门。啊，学《论语》的，就专攻《论语》这一门。啊，时间呢，10年，10年专门读这一部书。啊，每天第一年，每一天至少要读10个小时。啊，因为这些书籍分量大小不一样，有的只有几千个字，有的有几万字。啊，你就去念。啊，我不讲变数，我讲时间。你10个小时看能念多少遍。啊，首先呢，念一念，把里面的字、音查清楚，意思查清楚。啊，读的时候不要想这个字是什么意思，音读得很正确。没有念错，没有念漏掉，这就行了。啊，不要想经是什么意思，啊，这文字讲什么不需要。这是练什么？是学修定。你想的里面什么意思，定就没有了。啊，不想就一直念下去。啊，修什么定？把你的妄想念掉，把你的念头念掉。啊，一年当中希望妄想少了，杂念少了，清净心恢复了。啊，用这个方法修定。啊，一年之后呢，大概都背得很熟了，变数念多了嘛。啊，一年可能都会背诵。啊，能背诵的时候，这个背诵时时刻刻在背诵，行住坐卧都在背诵。啊，每天抽出几个小时时间研究，
研究它的意思，意思也不比深究，深究是大妄想啊，一看能理解多少就是多少，遍遍不一样啊，遍遍都有悟处。十年之后你成熟了，你变成这一部书的专家了啊，专家学者了啊。那我们要求马来西亚教育部授给我们汉学博士学位啊。那我们研究员希望有100到200个，那么将来就100到200个博士，我就正式开学了，招学生啊，我有老师了，我就可以招学生啊。我告诉他我们是怎么这样做法，他说管用啊，管用，不管用晓得干什么啊，非常管用，中国传统东西没有过时，它超越时空啊，在中国行得通，在欧洲也行得通，哪里都行得通，在古时候是2000年前行得通，现在还行得通，未来2、3千一样还行得通，他感到非常惊讶啊。正好吴总那天在那里，我说我请吴总给你们做报告啊，他把中国传统用到企业做成功了啊。吴总一报告他们了解了，要求跟我们合作啊，我说我们欢喜啊，我们会给巴黎伦敦这个汉学来合作。